行行，我很少遇见其他能跟死者交流的人。And I have met few who stand so tall and fearless in the face. 他是要让我怎么上路呀？ Be on your way. 你也六级，我也六级，你跟我在这装你妈的，呱呱呱！我不会动物交流的。A fair point. Perhaps this one could assist us. 我记得我拍了动物交流的。The murdered lie silent.The raven asks, will you be their voice? 那看情况了。She is not the victim. Nay, she is the perpetrator. Perpetrator. This woman tended a bar where she took her patrons, her friends, into her confidence. Promised their secrets were safe with her.Mm-hmm. Yet she turned their words into knives and stabbed them in the back. 暗言术是吧 ？Because of her, and to this day, her victims lie unavenged. 嗯，你真的是出于心底的善意吗 ？I have no heart. 哇，你无敌了呀！我没有心，我没有心。那你无敌了呀 ！I can summon her spirit and force her to face trial for her crimes。后边还有个锅盖儿啊！我操，这种魔法很强大。Such spells are ancient secrets and closely guarded, but I could be convinced to share them with an ally.Your soul sparks with justice, 我以为还要游说一下，你他妈的怎么直接就答应了？ This is your chance to bring a murderer to justice, 真的闪一下正义的光辉吗？我身上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呀！Will you take? 反正都是没有一件是好来的，我操！要么就杀人越货，要么就他妈的，哎！惨啊！嗯。Find the ledger and bring it.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那他说的那些死者，用死者交流问问他们啊，到底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我有动物交谈啊，跟杜鸦聊聊。炸炸。Everyone. 为什么？You're disgusting, ugly, loathsome. Pathetic. 攻击性好强啊 ！Pitiful。啊！我说个不好听的，如果这时候是邪念在跟他聊天，说不定一把就把他钻死了。我存个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他死者交流一下。你跟他聊完了，我还没跟他聊过呢，我也要跟他聊。你妈的 ！No。不聊，不聊。爷们儿跟上自闭了。他这个是个仪式吧，时间中弹灵光。嗯，能跳到这边来。这个动物交流能给别人交吗？我给乌瑟尔试试。哦，只能给自己了。感觉不太行。嗯，算了，那不留。这边不是能走吗？哦，只是目标距离过远吗？背后有个箱子。距离过远，那背后有个箱子。跳跃术。哎呦，哦。废弃战场，哎，这里没有幽灵诅咒吗？我不知道啊。这里有个箱子，好急好急，快来撬了它！哎，我自己好像能撬，自己撬。撬吧，撬吧。我操，16杂种东西，我摇了10+1+4，那你再多费几个盗贼工具吧，咱盗贼工具挺多的。OK。这次直接摇了个17，你他妈！儿童的日记，读一下。
今天又是可怕的一天。爸爸答应说，如果我不喜欢雷斯文，我们就可以不。我想回到埃尔托瑞尔，别回了，回埃尔托瑞尔干啥呀？爸爸说，只要不暴露我们是一个，哦，只要不暴露我们不是一个信奉沙尔的家庭，我们就可以留在这个小镇。哦，他们不信沙尔，但是生活在一个遍地沙尔星球的小镇。这个小孩和他爹，普雷，我怎么又进回合制了？哎呀，乌瑟尔他乌瑟尔的 AI 像一个脑瘫，你知道吧？他就硬是一步步夺走，我操！两个骷髅。okay, 还有一个骷髅，这他妈不会是一家三口整整齐齐了吧？那也没小孩的尸骨吧？还是不允许做出来呢？我看有一个比较小的，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嗯、啊，也不对，三个大的。三个大的吗？这不还是第四？变成骷髅之后，小孩长大了吧？那无敌了呀！就小孩祭的时候，尸体在生长是吗？我操！嗯，小孩死的时候骷髅是小的啊，到了现在了，骷髅长大了，很合理。小孩嘛，会长的。嗯，懂了。小骷髅。嗯，小骷髅变成了骷髅王。嗯。啊、那我想想，这边是不是探完了呢？鲜花之家啊，咱们还没有去鲜花之家。哇，有人疯了，我是直接跑进了黑暗，我操 ！Night and shadow have claimed this place. Turn back. 你俩蹦回去了，直接？嗯，回去了，那边没路了。那不是有个洞窟吗？这不能往前蹦吗？蹦不过去吗？往前。你试试呗。他妈都蹦回来了，别急，别急，兄弟，这就蹦回去。哎，不行，让乌瑟尔还往那蹦，我操！无敌了呀，蹦上去就有影诅咒了。For a warm bed and full stomach, look no further. Welcome to the Last Light Inn. 怎么了你这边？没有，我就看了一眼路标。你已经到那里边去了？没有，我他妈的蹦不过去了，我操！我看那地方地图上标的是不能走，我就没走。那无敌了呀！我怎么这边死了这么多人啊？哪边啊？我刚才就过去了，就那边。算了，先不往那走。我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死了八个人！干嘛去了？这不干嘛了？这是？我这边怎么他妈听见有人在偷偷讲话呀？没有，我在跟死者交流，但是我怀疑这些人都不说话。我这边可以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回声，你懂吗？就有一种那种就是地狱的那种狠狠的念，你不要做坏人，你不要做坏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这边都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乌瑟尔笑哈哈，啊卡拉克笑哈哈。乌瑟尔不会笑，乌瑟尔只会把人捏爆。啊，无敌了！你要不把你那个逼火把拿出来吧？可以，右下角开关光源就可以了。开关光源在哪儿啊？
你看呀，哦，刚才那个地方确实地图上显示是，哦，确实那边是没路，估计是。嗯，发现传送点，异影战场，这边还是个战场。就这个地方吗？死了好多人。对，死了好多好多人。哎，我突然看到我们好像可以从这上边跳过去。那边你也看见这条路了是吧？是不是？哦，不能跳，不能跳，不能跳，黑的，地图上黑的。那就只能硬打吗？硬打谁打得了啊？只能拉着打呗，那就想办法。哎，不好说，真不好说。他有好多那个三四级那个会爆炸的那个怪啊。你说用爆炸怪去打他？对啊。算了，待会再说吧。我现在不想打这个，有点难。怎么你这两个人都这么亮、啊？我的，影星本身就信杀，他又不受这个影响。嗯，我自己给自己上了光亮术。嗯，我忘了你不说。哟，这边死了个吉斯扬基人，逝去的吉斯扬基战士。不行，聊不了。尸体部分过重。嗯。别说话。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做的那个梦，我操！谁家小孩？银锭。谁家小孩在说话？不管了，先潜行。拿着火把狠狠潜行。天花之江。上面谁在看啊？这不是刚才那几个兄弟在看着吗？谁在说话？我都没看见人啊！在这屋里，估计是个那种什么幽影之类的。我把火盆点了，没看见人啊。谁说话呀、啊？就是、没人啊，屋里边。刚才在这个位置，他又说了一句，很吓人。什么鸡巴东西，好吓人啊！不管了，先聊天吧。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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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rpse regards you, life. 你怎么死了？愚蠢的游戏，幽影伏击，羞愧的死去。嗯？我该如何对抗诅咒？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他能死在这儿吗？我的。你为什么来这里？训练。Leading my kin。附近还有其他的吗？暗影之地没有，其他人都在山顶。那你是谁呢？The spell's power.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没看最后一句。他说他是什么东西？怎么还说了个句吉斯？他就说他是谁？然后不，他说他是吉斯扬基。他我听他奥利弗，哎，我他妈看见你了，小逼崽子！把你的毛绒玩具给你毛了。等级一，提夫林，
穿刺抗性，挥砍抗性，操你妈全抗性，免疫，免疫暗时，免疫毒素，光耀弱点。光照弱点，那把他拽过来吧，我换那个，我那个没带那个枪。不拽，为什么要拽小孩？哦，对，我忘了这个。我要偷他。哎，小孩你都偷，你身上有个暗影之戒，偷他！哈哈。箱子撬了。哇，你这他妈的！跑这的，还得专门进剧情。我操，这是个什么状态？我操！术士奥秘，我奥秘啊，还行。有法师之友吗？这不是失败了？我的亲娘啊！这么些加成，你愣是失败了，真好，真好，哈哈。Not an ordinary child, but not a spectre either. One part of a greater whole, something ancient and oddly sa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I'm just me.我也有个宠物小狗，它叫挠挠。你小狗让我偷跑了，你个小兽。研究小男孩。那变态，他妈研究小男孩。不愧是信教的。影音研究小男孩啊，很符合人物设定。牧师。父母的名字呢？Now play with me, or they'll be angry with you.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he shadows must be making your head go funny. 咱俩谁弄得更坏？看这状态。你想玩？那玩呗。I'll hide, and you seek. 怎么还有经典捉迷藏环节？我操！如果我找不到呢？那我输了会怎么？露丝就直接死是吧？来吧！ Get ready. And no cheating. 你他妈都没隐身之剑了，你怎么隐形呢？让圣光照耀你！不是在这儿吗？几兄弟狠狠察觉成功啊！我身上有网络的假眼啊！You're smarter than some playmates I've had. They always tried to leave before I was done with them. 你不说我，哎，你这不是两个真眼吗？我看着他没做专门做模型，好像我。哎！暴露了呀！父亲等级七，史上最强老父亲。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级七，哇靠！不是，怎么有人急了？哇，这几个哥们儿甚至连光耀伤害都不怕了。哇，只有抗性和免疫，哇，他无敌了呀！哎呀，这就是。史上最强老父亲，这请问这是那个什么东西吗？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奎托斯吗？玩你妈呀！这妈作弊的，我操！兄弟有一个项链，你戴上之后可以放那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叫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可以释放那个一个盾啊，叫那个。想不起来了，叫什么盾，反正是可以放。在乌塞尔身上吗？对，我找不着了那个项链，就它有一个项链可以放那个，放那个镜头叫什么了？可以放那个，
防护善恶。哦，我放起来了，他妈的是那个谁的项链？操，我刚想起来那个鬼婆那个项链，我放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操！这我要不直接干啊？那干？看意思是得把他爹妈先打死才能找他。也，这里是因为，要不咱要不退出回合模式看看会发生什么吧？你存一下。哦，不是，这两兄弟就是要打，我操！那就打吧，就直接干吧，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我有看破隐情，我无所谓的。那是这样的。瓦罗甲乙还真挺有用的，不过我还是想要魅力甲乙。主要是他那个魅力加一能帮我直接顶到20魅力。哦，等我升到八级的时候。哦，顶满了就。就终于不会他妈的莫名其妙就他妈失败了。20点就直接稳定，就直接稳定鉴定成功了是吗？那倒没有，但是会提升。哦，会有提升。那我直接魔能爆先开这个老妈了。嗯，这个老爸有点打不到。OK 吧。哎，目标的等级必须低于你。操，我刚才忘了控一个，刚他这玩意儿不能控吗？刚才忘了控一个那个小鬼了，我操！啊牛哎，拉伸多嘞。东西什么抗性最低啊？我看看，他对他就是光耀啊、立场啊之类的。嗯，剩下的都有那个什么。经典开战前忘了换武器了，操！啊！我在这儿，看看。去你妈的！咚！哎呦我操！狗狗！狗狗挺菜的，狗装生物。哎，我六级，我能不能控制狗狗啊？我操！哦，不对，它不算不死生物，我操！哦，我刚才他妈，哎呦，干嘛呀？这是要圣言术？哦，祝福术。干嘛？不想要撤回来？不是，我以为你在暗言术。别急，兄弟，摸到他屁股后边，给他一下。这还能为命？我他妈的！我直接动作如潮。我再给你来两下。你妈！阿福纳斯的盔，你他妈的，我怎么这一回合进幽灵诅咒了？我这是不知道。我死点动动呗。
luck again.乌瑟尔现在还不能动，原因未知。不能动吗？对，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受惊了。不，就是估计是你们三个都结束才到乌瑟尔呢，应该是乌瑟尔是被拉进战斗来的。行，反正他们受惊了，他们也动不了。他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你无敌了呀？当附近存在附灵时，周围所有的光源都会熄灭。能打死他吗？八滴血，我试试呗。稍等，我往前站着呢。Have to keep going。你站你的。哎，到我了，你要结束了就到我也行。嗯，也行。或者说你要能打，你就尽快打死。牛的！去你妈的！可以。我乌瑟尔这回合，我乌瑟尔这次没什么近战战斗力。没事。结束了那就。妈的！我拿着火把进的战斗。我来处理这条狗。看这鸡巴狗，哎，狗子，你没有按时抗性吧？啊！我他妈终于可以给你上诅咒了！我操，那气死我了！给爷咒！目标以隐蔽，64%命中率，64%，那就是100%。伤害不是很理想，还不理想吗，哥？还不理想吗？20，这伤害还不理想吗？我不到啊，我不知道你。你还想要多少伤害啊？我操！30。我操！黑暗狂潮。哇！你他妈！哥们儿只是个普通的术士，哥们儿不是圣武士，打不出那么高伤害来。不是，我看看你那个指一下，不是10点伤害吗？然后你那个附加5点。1D10，哥，不是稳定10点。哎呀，提高一下要求。不是，团队里的输出点是你。哎，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提高对我的要求啊？我这一回我没带着斧，我没带着大剑，我一点输出没有。现在别急，我现在是火把战士。狗听完死了，我没伤害了，靠你了。我操，手臂酸软，我想怎么办？你不拉开吗？我感觉这个幽暗地狱这些怪就是圣武的专属啊，他们都怕那个什么，都怕光耀。但是兄弟需要长修一下呀，我操！那没事，打完长修吧。他是圣武的，我是破世者呀，问题是。但是你不是还是有制胜斩吗？他常驻的那个光耀伤害的那个 buff 没了。没啊，我昨天看你还是有制胜斩的呀。不，他原来有一个常驻的一个什么东，是引导誓言充能啊，还是什么东西？他有一个，我可以直接给自己上一个那个，就是常驻可以给自己上一个那个什么，上一个就是那个召唤挠挠，算了吧，别他妈拉挠挠出来受罪了，我。别。哎，为什么你能召唤挠挠？我陪挠挠玩的扔球游戏。还陪他玩的扔球游戏啊？我不知道啊。啊！哦，
爆伤害还是控的？他没，我不知道别的控的。看、啊、爆伤害。移动吧，把敌的训诫。意思，躲开了，躲开有用吗？逃，往哪儿逃？不许逃！不是有些东西不是你躲了有用的呀，哥。其实两千伤害不是很高，真的是。拿火焰剑射他，能不能点着周围？算了，我刚相信你这要放这个就行。有些东西你是躲不开的呀。你为什么没有闪电充能啊？没有那三滴血，打掉了让他。哦，哎，我印象里应该是我给你造一个带电水面，你就直接有三滴血了。我早锤完他带上了那个东西。哦，他要是无限回，那不爽翻了！我操，傻逼！行了，你可真得到地儿。我又找着你了呀，没有几回合制了。哦，那个谁黑了，卡拉克灯灭了。卡拉克，那我退了，退吧。小孩说话，小孩童心未泯。你怎么就问了？你凭什么问了？ I win. I always win in the end.你凭什么问呀？哎，也就是不允许出现，不然肯定会被击毙。我说个不好听的。行吧，算你赢了，那没什么话说了。那你都这样了，那我只能顺从你了呀。父亲的首辅，要不你跟你父亲聊聊。嗯，我觉得这一段要在油管上没法播了。我操，你存一下档。你能用首辅劈他，用他父亲的首辅劈他。对，他急了。哦，没有，算了，应该是击毙不了。就这样，我去吃个饭，马上就回来。你要去吃个饭？对，我吃个饭马上就回来，已经做好了。行，大概多长时间？半小时？五分钟。我他妈去吃个饭。行，那我在这儿逛逛，你吃吧。